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路日抛一字留影计划活动攻略星穹铁道 2.4 活动每日抛一字留影计划第一期。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抓拍垃圾桶们，其中铜桶100分，银桶150分，金桶200分，金桶有动作时抓拍可额外获得100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铜桶一般都在大路上，且不会跑来跑去的。这里注意这个门，有个银桶会出门。打分。注意这个树边，这里也会跳出来一个银桶。金桶来了，它做动作时相框变金色，这时抓拍有加分。注意这个门，有银桶。注意树旁有银桶。注意这楼梯上一层大路，有银桶在跑步，拍完它，这上面有棵树，旁边有银桶。注意天上掉下的银桶哦。注意这棵树，有银桶。注意天上掉下的银桶哦。最后这个草丛有个银桶哦。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求求点个赞吧。